带着最尊敬的心来到这个地方，向他们致敬。驾驶舱，那这一看也是正方形，哎，国国旗。虽然我的钱包证件掉了，但是也没办法，我不敢。三字三到点，有个平台，但是N 个牌牌，这所有的树都有一个牌牌。那里面是什么山呢？不明白。这里是往光天高山的路上，这边应该是我们来时的，就是比较前面。Wise 是个超大水塔，还是一间小屋。后面那个两个都有，后面那个有弄的那个沉睡40年的海。